挑战，男子越早800米决赛第一次挑战。叶永明天水围拳道时间12秒82，第二名刘若瑶天水围拳道时间13秒53，第三名张晓林翁柔时间13秒76，第四名吴永仪翁柔，第五名黄家欣各一位，第六名高嘉慧余晚香松，第七名洪思思信义中学，第八名杜李斌耀道。请求三名的同学咧，可以到司令部，唔系呢个三层嘅运动环境，到司令部领取奖牌。